我要学他就什么啊？心肝。他就叫一日女友啊，然后他前面先嗯。给了我2万块，说当定金，然后就嘿。后来，反正后来他就说他从美国来的，然后要领钱，什么钱转过来需要手续费，叫我先借他3万。然后那时候我在他的车上等他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就不疑有他，我就借给他了。就后来他直接传简讯跟我说，哎，车子送你，拜就拜。把他拖然后下我来，紧急发现妈那个的！台车是脏车欸，妈的天哪，嘞，这个是谁脏啊？车欸，他叫做要把脚黄留在潘这玮边哦。柏，你要小心潘一些，玮他柏长，在那边玩啊，对，他刚就跟长我一得一起点小哭白的。脸一样。哦，好啦，我怎么没听过这个狗人呢？我听狗，错名怎是不么是？啦？怎么？小心肝，他新来啊，超才哎，刚来小而心已肝，啊。你喝酒天啊、哪，太不哦？要脸了没吧，有，我真的晕受不车。了哎、欸。执勤中不要对喝啊，酒啊，所我以晕你车晕不是车喝一把。酒。哎，小雨，我事情你要跟怎你么谈呢、啊，我晕想问车？问你你啊，坐就谁的是车晕车？你那来这边，养乐多的车。你要不要先买酒？哇，他也晕车，你也晕车哦。刚刚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刚刚才回来就发生说上面有人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。谁啊？第一你知道啊，好吗？像是大炮吗？我看到，大炮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。刚刚好像有听到大炮的名字。好像下来了，我看到人跳真的下假来的？假的？他们谁跳下来了？有要包扎吗？胖哥人呢、欸？怎样？怎么了？等下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你还好这是谁？吧？啊，你阿谁明，啊？阿明，对，你那个等一高下，度，这是为阿什明么？吗？没事，啊，对你啊，刚我很是阿帅、明欸，啊，洗的你刚帅呢？得很没逻辑、欸。啊，在睡胖觉啊，子在身体好睡帅觉啊！啊。怎么洗的在睡觉吗？那怎么样可以叫他出来？我睡着之后就可以了。那等你睡着、哦。啊，对啊。是啊，你的防那弹有什么能力方怎么法那么可以让强你快啊？速睡着吗？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乱来哦。那个，胖哥，不我的会那个啦，我防不会弹衣啦。还给你，谢谢啦。没事啊，没事。没事啊，你留着用啊。哇，警官人也太好了吧！没事，小事，咱们狗这有新狗，出跟了一阿件福防说一弹下，衣。阿福为了救你死啦，出车祸阿福在啊。真的哪？假的？不是在他啊，那我边在啊，上面，他为什么会出车祸啊？他他是去受开重车，伤吧，不是出车祸吧？他去开不是车，死了吧？帮你叫。你还好吧？应该还好啦，只是刚，出了点车祸。对哦，好。哦，你又怎么了？有人不会乱开车，乱开乱转弯。我现在你头怎么好晕，走路好像喝醉了一样啊？晕车啦，没事，晕车没事。有人不会，有人乱转弯。有人乱转弯，害我头现在好晕。那目前有谁可以治我吗？你，我问一下哦，学弟在吗？你在执勤吗？对啊，好，那我来。剩下的人好像都去救护了，我来帮你看一下吧。好，你是？我刚车祸，刚刚有人你救刚刚你说什吗？么？你来，我没有收到讯息有啊，有人救我。没有，就是有阿福啦，那个我处理了，好，他刚是怎好样？像是那个李世民吧。他被外星车撞飞了。好。有啦，我听到了，他说你被车撞到啊，我再帮你对啊。先吊个点滴啊。我的伤势很重啊。觉得你好像只是伤到胸口而已啊。我现在呼吸有点，那好像有点受阻的感觉。
那你要不要带个氧气罩？这个费用有点贵哦。啊，算了，一定要带。带一下。一定要带。一定要带一下。然后再帮你吊点滴、氧气罩，再插个药、包扎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拿药。然后氧气罩一个5000块。还行还行，你帮我看一下他，拿药拿药，哦不行，我验着验着，我自己感觉我头好晕哦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演着演着自己也有点晕车了，不行我不行再演下去了。可是我自己本身晕车我会晕两天呢、欸。我只要真的晕车到的话，我是两天都会再晕。啊，救人要紧，赶快跑，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。我脱掉啊。那你要不要去工商请假去透个气一下？啊，回来了。学长，他这个情况怎么样啊？没有，我刚刚只是帮他戴上氧气罩跟吊点滴，那刚去拿药了。那他伤到胸口啊，看他讲话，他说有点胸痛啊。对啊。跟他说把衣服脱掉透气，他说不要啊。人家女生害羞吧？哇，你这么有责任心啊！对啊，太有责任心了。还是你给我一根玛丽安娜，看能不能直接痛一下。我刚刚就是在去拿药。哦，好的。你说玛丽安娜是万能药啊？对啊，消炎止痛，神清气爽。怎么你的样子好奇怪哦？怎么长得有点像雪人啊？怎么两个都抱起来了？不要乱跑啊你！再乱跑，砍断你脚筋了。为什么？我没这样就不能跑了，啊、太棒了。快等他药效退，再把他放下来好了。那你要抱一段时间哦。没关系啊，女生我可以的。啊好。那个套刚才叫我抱他进来啊。哇。得跟他收钱啊。哇。看来他愿意躺下来了。这世界怎么那么美妙、欸、那个套赶工作人就不见了，还欠我10000块啊，混蛋。他怎样欠你10000块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骨裂8000块啊。那我跟他说搬进来也要收钱啊，我跟他加收2000，总共10000啊，他人就不见了。等一下，套出事情哦。他说被一个那个，你没有看到讯息吗？我没有看到欸，我刚刚才回医院。说他被那个一个开着小丑车的撞的，上面还有小丑啊！哇，我因为我刚就是刚跟小猫他们去买东西，刚回来，因为而且撞倒还不够，还后退把他又再碾了一次啊，所以腿断了一只啊！哇，没关系，他走不了，他早晚还是要回来啊。再还我钱的啊，还是学长我帮他加价好了，加到15000。不用了不用了。啊，我刚给他很有钱的样子啊。我刚给他氧气罩是5000块啊，你要再算到医药费里面哦。好的好的。他好像有听到。打呼打成这样。
就总共给他收6000块嘛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感觉我真的不能再演晕车，我现在头真的有点晕。你知道，就是有时候演戏演着演着会融，真的会融入进去啊。然后你真的会去扮演他，很多艺人都这样子啊。你演个忧郁症，演到自己真的发生忧郁症，走不出来，要走很久。你们应该也是演开始看到有点晕了吧？我走出走成这样子，好啦，我走正常一点啊，改变姿势，就是这个任务态度。或是人家在潜水，你们会跟着跟着闭气啊之类的。啊，我用受伤好了。受伤。那我的医药费我要给谁啊？这个。好的好的，加6000块。好了。好啦，你有没有人来接你？要不要帮你叫电话？叫计程车或你的同行。不用啦，我刚有开那个警车啦，应该还在吧？哦，我看在啦，在啦。啊，还在。走，那只狗还在，好可怜哦。它挡在路上，我差点把它撵过去耶。狗狗好可怜啊，谁的啊？跟你家的很像哎。狗狗。停车场好了。狗狗，你主人是谁？狗狗。啊，你开车的啊。啊，我不，我要标一下嘛。啊，这个人在干嘛？他说他好像睡觉，就睡在这兒。睡觉就在这边休息了。警察，这是让你处理啊。这是你们医院的公务地吗？是啊，可是他擅自在这边睡觉，应该是你处理吧。嗯，对啊，那如果你们有意又驱逐他的话，只好叫醒他了。那我打电话叫警察。先叫醒他吗？对啊，叫醒他好了啦。好啊，好啊。你们认识他吗？他是谁的亲属吗？来认领一下好不好？他的亲属。哎，不，这是德华吗？睡饱了。哎，睡饱了，哎，睡饱，睡饱，睡饱觉。这是谁？然后。欸、然后你没收到我讯息哦，有点混乱。等一下我看，狗狗我传给你一个好看的啦。狗狗，现在才看到啊，嗯，刚刚才录成。谁家的狗狗啊？啊，好久不见，于副长。这个看久不见没有用，这个不错啦。怎么会这个？这个怎么有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很厉害呢。他们突然就搞起来了，我就拍下来了。拉开，这个不容易哦，这个。很棒，很棒。你是谁？红色衣服的。还在看呢、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这个镇里面那么多光头。猜对，我猜对有没有奖品？有刘德华，对对，猜错了。好吧，哎，学弟，5000块，氧气罩5000块，很贵。我真的猜不出来你是谁，但是你有纹身。小龟啦。哦，小龟，你怎么变光头了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修车厂压力大，我这头发掉光了，掉到秃，有点秃，已经有点秃头，我就干脆剃光了。我最近又买那个护发产品，希望它可以长出来。那、啊、突然一气之下就剃光头了。你怎么不阻止他一下？这样要怎么泡妞？关系的，有些人戴个帽子，喜欢光头啊、戴个帽子，我那个迷茫的眼神还是颠倒一堆妹的。对啊，光头，而且光头就是，而且光头现在是最流行的，好不好？小五哦。但是他不是春哥的吗？啊，对啊，春哥也光头啊，他就很喜欢，对不对？我最擅长满足饥渴人妻，你懂吗？
哎呦，美败哦。对哈、哦。但是你在警察面前讲这种话，我好像不应该去听呢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修车厂不是啊，这是你情我愿的事，我又没有强迫他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是。我又没有强迫别人，对不对？他愿意我才敢上啊，他不愿意我也不敢上啊，对。不过如果有民事纠纷的话，搞不好会让。学弟，5000块。对吼、哦，等一下。昨天院长手术，我也是给了他一个氧气罩，但是想说院长比较重要，钱算小事而已。是啊，我再去买。10000块，海关快满了啊、哎！等一下你自己要撑住啊！好，搞不好等一下我要躲海关啊。那这个世界就交给涛涛了。他好像不见了。他下班了吗？诶，好像跟妹子出去了。我们先一起下班看看他有没有打上班卡，来吧。好的，没人了。好的，死定了。没关系，我上班。你看情况再去睡觉吧。看情况。29，还能撑一下。可以啦，这个时间。这个时间昨天都一直是满的。哇，晕死。我的晚餐还没吃完啊，吃广告。哎，我问一下哦，你们觉得妹妹要做什么商品好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的妹妹要做什么商品？这个，我在想很久啊。那个什么，杯垫的话，我昨天自己私下画完了啊。这个是开，我记得是开台画的吧？开台画完的。然后，但是当时是想说这个做杯垫啊，可是后来想想不是杯垫啊，亚克力吗？还是什么？钥匙圈，哎、欸，对呢，好像是钥匙圈呢。没有马克杯啦，马克杯，我觉得马克杯不是很好哎。有一次睡在多多家3次，有一次我忘记了。你睡在他家是多久前的事情？前。不会吧！我要去研究妇产科哦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有谁是妇产科的？快点，来教教我。手机壳不是在那儿。不会再做立牌了啦，我觉得立牌好像又可以耶，天哪、啊！有时候觉得我商品好像做什么都很合适，可是有时候又觉得怎么做都不合适。手机壳是不会有啦，吊饰，我觉得钥匙圈不错，不过妹妹这张比较适合立牌，对啊，就跟之前我的繁星立牌那些一样啊。钥匙圈，你怎么啦？或是亚克力吊饰吧？你在敲自己的车？哎呦，有声音。怎么坏了？对啊，又有分型号，型号不对，又说可不可以出另外一个型号出来？好，我先缩小。这只狗太可怜了吧？啊，怎么又一只狗啊？
怎么办？有人弃养哎，这只狗好可怜哦。这是谁的狗啊？我没看到哎、欸。我记得是一辆黄色的车上面原本载这只狗啊。黄金猎犬、啊。还好我这个。还好我这一台是橘色的，黄色的在对面，有没有看到一台？好像是你的车哎、欸。怎么可能？我橘，你刚刚也说黄色，我才是橘色的哦。你这台是黄的吧？我是橘，它是黄。好好好。眼睛有问题就去看一下医生、啊。有啦，有看过了啦。可是这狗很可怜。橘跟黄都不会分。但我也只认识小心肝哎、欸。哎，谁叫我？小心肝。哎、欸，哟。我女啊，我女。哦，好，我在讲这只弃犬怎么办？没人。啊，被丢了吗？他丢在这边有点久。看到哎、欸，哪里有弃犬？你没看到吗？那个我跟你说啊，那是海啸犬啊，那是海啸犬、哦，外星犬啊。那你要不要直接安乐死就好了？我不看，不我不敢看。哦，车库还有一只安乐猪哎。自从开放养宠物之后，就一大堆被放养的宠物呢。真的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家伙啊，就不要领养动物，买动物，买完动物之后要弃养啊！你们啊，你看那边那个阿福警官，我直接把他那只……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车里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走出来。好了好了，算了啦，阿福警官，你直接拿一台新的啦。看这一台能不能叫？脱掉，你自己脱掉吧。脱不掉，那是他们不传 GPS， 拉去死好了。那给他死吧。撑着这台车不走吗？对啊，这台车就坏掉了、啊。那不要管他了，放在这里就好了。狗狗狗。阿福警官在干嘛？哎、欸，狗狗，你的主人是谁啊？从头到尾没看到你在弄什么车哎、欸。啊，所以在你的角度是没看到那台车哦、喔，看不到，我看你用焊枪在焊一个空气啊。你要走了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有事找我哎、欸，没事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。跟你等下没事找你聊天。哦，拜拜，好好好，晚安，拜拜。哇！这只狗咬我，我快死了，等一下。好像看不到，没办法、啊。要自己包扎一下。千鸟，哎，臭狗，你要干嘛？你要玩球吗？你要玩球吗，狗狗？头上有球哦，去接。谁敲我？汇款就好了哦。对啊，十号以前。其实我真的不想要下手哎，我觉得。游戏，但我觉得还是很残忍啊。狗狗，对不起，虽然你是复制犬，你有生命，但这样子真的是太恐怖了。对不起哦，一下子就好了，一下子就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我被控了。不会死啊！天啊，这狗不会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小龟嘞？哎、欸，这是靠腰小龟，你在这哦？你是喇夯吧？
跳一下。金变态传讯息给我。屁股就好了，很痒。CH 等下等下大根的可以帮你止痒啦，你要不要啊？要不要改坐轮椅啊？你敲我。有空吗？院长快跑完上要来。这个单是刚刚那个吗？还是另外一个？刚刚那个是车库门口的，我已经抱回来了。好。车库门口。一样啊，我再看一下啊。出血越来越严重哎、欸！有人报警吗？这边有人倒地，那个帮他。哦，好。亲爱的姿势。你这是在跳天鹅湖吗？很漂亮啊！他在跳芭蕾，跳一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医药费我会付的。那我们跟我来吧，我医药。嘻嘻，你们两个没事哈。那个我刚没有问你啊，所以你是怎么样？他揍我、我知道他打你，他剛剛揍我。啊，你刚刚有对他做什么不礼貌的举动吗？没有啊，他揍我。不是啊，你下面怎么一大包啊？那是我妈给我的，你这怎么可以因为我一大包我们先走吧，你身体应该还是不舒服、你先回医院，先回医院。我跟警官理清一下，我跟没关系，我跟你回医院，我们医院见。对啊，找警官。先把你的伤养好，我们再来看。警官没关系啊，我跟他和解啦。其实我刚刚是饿死的，和解啊、不是他打死我的。那这样子，你要给他，你要跟他拿医药费吗？要，我他应该，你是新住民吗？应该是不会骗人吧？对啊，我是新住民。对啊，你要多少？那个医护，我那个。左脚第三根拇指骨折，然后加上那个头有点脑震荡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你现在很状况都很好啊。应该。哦，那这样子应该是不用赔太多啦。对啊，指甲修一修就好了。这个医生说了算啊，那医生你算一下。我们先回去啊，回去才能检查。等一下。不然回去检查，我跟你们回去，我们警局见，那个医院见。走啊。啊，我载你啊。啊。看我的脚，哎呀，我的脚，稍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医生，你可以帮我开个门吗？我，你要跳一下，我看你瞬间移动。你车门锁好紧啊！真倒霉，不能上是不是？你怎么会摔断脚啊？摔断脚趾头啊？对。你说你饿死，那只是缺乏营养啊，打个点滴，吊个点滴，打个营养针就好啦。好。要抱你吗？你不是说你脚受伤？
需要抱你吗？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还是你觉得不雅？可以的。那我们可以坐轮椅进去，这边一招。来，我们后面请哦。啊，你又怎么了啦？干，我在车库突然有人把我揍死了啦！妈的，潇洒我外面那个啦，帮我揍他，外面那个。哪一个？哇，有需要坐轮椅吗？我太浮夸了。我看他走路有点问题。好好，可以了。我躺哪张床？你好像是，你的那两颗还在吗？高的床都可以，随便躺。好了，你先帮他检查一下。我左脚那边，帮我看一下我的关节有没有问题。我走路有点痛。稍等一下，拍个 X 光啊。你帮他吊个点滴，吊个头啊！为什么要吊点滴？啊，你不是说你饿到吗？吊一下。不是，你帮我注个营养针好了。哦，改营养针吗？好。欸，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去处理啊，那个你们就私下和解啊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给你们处理，看医药费多少，你们再问旁边的医生啊。我先走了。好，警官辛苦了。你不止小指头骨折欸，我看你的右脸上还有淤青欸，是骨折到撞到吗？对啊，难怪我就觉得有点痛。是不是你踢到东西跌倒撞到地上啊？没有没有。哦，好。我是，你这应该看起来是被揍了。我轻轻的摸一拳而已欸，你是不是？你很痛，不然我把你打晕一点，再治疗。淤青在哪里？我找一下淤青哦。好啦，那个医护，他是谁？医护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好啦，那我简单包扎一下。啊，你如果还会痛，就回诊再看一下。啊，这样大概是多少钱？吊点滴钱啊，然后有、啊、有淤青，就是不用吊点滴啊。营养针1000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嘞？然后小骨折是轻微骨折是600。啊？你有健保吗？轻微骨折600。对啊，那个是指甲断裂啊，有的没的，头发指甲断裂600块。然后严重的骨折是3000块。你是不是在糊弄我？真的啦，我们有一个报价单。心肝是我要付钱。所以我再仔细看啊。对啊，1600而已。好啦。好。认真啦。那你怎么会摸到他？我很抱歉，因为他看起来太诡异了，我以为是奇怪的人，我就揍他了。你是今天刚来吗？我们聊一下吧。嗯。你是今天刚来吗？我来两天吧，两天。那、啊、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什么工作？我修车工啊。你修车行的？对啊。怎么了？那么惊讶？没有事。你真的没问题吗？要不要借你轮椅啊？不用不用。真的吗？可以的。我觉得好像快倒了。你是不是脚毛也骨折啊？要不要帮你剃一下修一下？修脚毛算美容吧？脚毛分叉啊。欸，而且你要不要换长裤啊？你这样难怪人家会以为你怪怪的人啊。对啊，对吧？我可以的。好。
你内裤是不是湿一片啊？我可以的，再换一条就好了。我还没问你是在哪里上班欸。钱就这样没有了。103吗？都没有讲。晚一点你就知道了。嗯、啊？该不会是修车行新学弟吧？是啦，怎么可能？我这身行头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像有点地位的吧？快吧。嗯。真是哪里？对。来啊。好，你们修车行都这样敷衍人的啦，早就习惯了。在好像，你好像对我们修车行很有意见哦。对。啊。嗯。没有啊，听到讲就是，比如是斗殴打到啊，才受伤。这么神秘。那故意刚我刚不是说脸部有淤青吗？快进喵喵，去给院长加油了。狗狗狗狗，下来有机会去找你，看你恢复的怎么样。我扶你，可以帮我修车吗？狗狗狗狗狗狗，可以帮我修车吗，扶女？哦，好啊。哎，我打不死他哎，这只狗不会消失。不会吧，我真的砍不死他欸。会打狗？没有啊，因为他们叫我消灭那个、啊、安乐死掉啊。欸，为什么你有用啊？我打会穿过去欸。你看他超强欸，他更狠。欸，怎么战略狗啊？没有啦，他是外星狗。欸，怎么怎么成功了？我刚拿刀砍两刀没事欸。阿们砍脑袋的啊。啊，这只咧，这是怎么办？车都还在啊，先放着吧。哦，好吧，他还卡在车上就对了。这样1500。他这个狗很麻烦欸，直接开单就好了。然后重点是还会卡住。没关系，拉汉你给我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那边真是他们有业绩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没有啦，因为刚刚他要帮人家付医药费啊。哦。对哦，他医药费多少啊？是1600啦。哎、欸，狼呢？1600。对啊，其实应该要更高、欸，可是我觉得他在欺负你啊。你的声音好小哦。真的、哦。涛涛，我好小。对啊。对啊。好小。啊？我要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声音真的很小。我们找个地方聊一下。我先给你。好啦，你这边人要小心一点啊，那种没穿制服的尤其要小心一点。你知道你认识他吗？他在哪里上班啊？皮皮吗？对啊。我想一下哦，不是计程车就是黑帮啊，你要小心一点。他怎么说都在拜金喵喵啊？啊？改了吗？那你要更小心欸，他可能是管你的，对啊。哇，看起来好凶欸，好像会坑钱欸。我曾经被他坑过一次啊。他是不是故意站在那边？我看过他一次吗？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？我说我曾经啊，被他坑过一次啊。哦。我刚进来的时候有被坑过一次。他是不是故意站在那边引人家打他？你就小心一点。一脸鸡巴样。来来，我教你怎么判断外星人好不好？啊。你就从你先从远方往我这边助跑，好，那边就可以了，往我这边跑。然后我这样撞的话，表示我还是正常人。如果你准备靠近我的时候，我有那种要怎么讲，自我防卫的那种姿势，那就是外星人，懂吗？哦，对吧？而且你撞到他瞬间，他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啊，那个就可以处理掉了。哦，好，谢了。Motherfucker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给我钱啊？还没啊。哦。1600。对啊。那你真的要小心欸。因为我前前后后被骗了快20000块吧。有了有了有了。
你被他骗了快20000了。没有，这个城市的人用钱学教训，用了20000块学费。我好像还没被骗过。那小心啊！希望可以遇到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你这么喜欢刺激哦？我才可以学起来。哦。骗别人。哦哦。行。没有啦。可以啦，就多学啊。怎么骗啊？反正都会在医院见到你们啊，很开心。有时候都是像比如你一个人进来，结果你们全部车行的人都走进来，那画面真的是很好玩。就有人受伤是吧？对、啊、就比如说突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就一个比如说你们老板可能骨折，一个人进来，结果你们全部修车行的全部都走进来，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好笑。嗯，不过我刚蛮伤心的。怎么了？看我进医院都没有问我就走掉了。哈？对啊。没关系啊。想说小光刚从医院出去，算了算了，可能我刚进维修厂吧。可能心不在下面了吧。那最近看他好像没有跟我们学姐走在一起。哪一个学姐啊？我们有一个医护学姐啊，之前都是他们都是一个修车一个医护这样子搭配。嗯，哎、欸、啊，你稍早跟喇汉来说找我干嘛？说认识我这样子，刚听到。因为我没事啊，我就想说来找你啊，因为每次来医院你都在啊，你就想说随便打个赛，打个赛来啊。我上班上累了、哦，上班上累了，不想再拖了。太单调吗？我今天拖一整天的车。哇！我拖十趟只赚5趟吧，其他5趟都失败了。为什么会失败啊？在错车吗？嗯，就系统问题。哦，有跟上帝说过吗？嗯。有啊，不是上帝没有回哦，没有。他是谁啊？他是我们另外一位学弟啊，他叫李世民。李世民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来打招呼啊！嗨。打招呼啊！哎、欸。他好像很爱跑酷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就没事。他是不是很爱跑酷？我觉得他被外星人附身哎、欸，打扰他了。好好，没事。没有啦。聊天啊，你好像很无聊啊。我们医护真的比你们修车还无聊。真的，因为要在这里等吗？也可以出去啦，只是感觉就是在里面比较像医生啊，有没有？你总不会到处游走就看到有人躺在路边，刚好救回来啊？就是在医院里面待命啊，或是去……那你们觉得最有趣的？你说有趣的职业吗？最有趣的职业是什么？對啊、就你们的这个职业啊，修车哦。对啊，其实你们去撞坏车子还是什么修一修就好了，而且大家一定都会用到车，然后去撞到啊，会比较需要你们啊。啊，其实我没接到什么修车单。哦，是哦，是因为你们人太多吗？对啊，然后小光还说缺人，你就已经。都抢生意了。我觉得是早上跟晚上的，你早上也可以做做看啊。早上也是会缺人的、啊。我今天从下午就玩到现在。哦，要摆要早上，对不对？就路程到现在啊。哦、没关系，可以做早班看看啊。因为最近早上的人也开始变多了。我觉得计程车比较好玩。计程车你可以试试看，不过如果万一你车撞到的话，你是根本就是亏钱欸，车一直伤到，他是不是在舔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那狗是不是舔你啊？对啊，你可以，哎，原来它会动哦，那是狗会动哦。会啊，你如果去打它，狗还会咬你哦。你把狗处理掉吗？
要处理掉吧，我觉得。这是外星狗了吧？各位让开一下。还要再一刀，还要再几刀？可不可以给他那个啊？欸、小心他那个刀，他那个刀危险啊！我就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刀危险啊，远一点啊！哎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你们好，很大声。我看到了，谁爆掉了？谁的喉咙爆掉了？谁啊？是谁？不知道，要确认一下。我刚没 A。对，你说原因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操！我自己咬，自己咬。这是狗咬人超痛。阿福，咬人超痛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可以帮我问一下胖哥在哪里吗？你找他干嘛？我要拿我的东西，他刚才忘记还我了。哦，好，那我现在用无线电问他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或是你可以跟他说，我可不可以到警局等他？这个你要送进去医护一下了吧？我知道、啊，砍下去。你要不要跟我走一下？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我们通通让开。我觉得有点。这个不会收你钱啊。好像失血过多。这个医疗疏失不会收你钱啊。哎，套套给你好不好？套套给。我会死吗？不会啦。我要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死什么？我要小眯一下。哇，我觉得。下很大力，我的那个一些乐剑打不出来，所以我要重开一下。你们会觉得很无聊吗 ？RP，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观众都喜欢看我玩麦块，可是改这个之后感觉都只能从叫什么讲别台看到我，然后才过来这样子。啊，本来就是旧的观众不会再来。是没关系，我也玩得很开心啊，反正就是我玩我自己的啦，啊你们就看你们的啦，是吧？啊，刚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的医疗选单那些又打不开，就刚刚就应该要重开了。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其实一直在传那种18加的话题。我本来应该要参与的，可恶！可是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我平常就很会开车啊，突然碰到女生跟着一起开车，我反而会不知所措，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突然就是一个女生在你旁边跟着逼车，她不像泱泱那一种的，她是整个是油门也是吹到底的那一种，我反而就是突然会吓到。对啊，欸，龟头女生车速真的是很恐怖欸，尤其是拉拉跟天津。不是啊，原本是可以，可是我觉得就是突然一个陌生人跟你很有话题聊得开这样子，我觉得不合理，所以就是要想办法，就是先从陌生到熟的过程。最近都加班，常常玩加完你也结束了。哦，你是说有种断掉了？哎呦，这是不能露出来，等一下。哦，还好没漏到 IP。哇，我要重开机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我晚点回来哦，因为要重开机才能用。